小来情，春水高低无扎手，兰江乍衣明镜里，绿杨深处坐问影，这青诗一首至今传颂，康熙皇帝陆河上春回笔成，说的是浩浩荡荡关南北，大运河经镇国府，船走舟行，满载着山川神韵，岁月风情，一路进京城，成于隋，兴于唐宋，南至北，名都重镇尽途径，历千年一壶修河，非容易经万难，饮水煮罢巨人功，大船行来两米万担，小舟到处货品丰盈，在当时通州河窄水域浅，也只好弃舟换车，耗时费工。又一位勤勉尽职忠诚国守敬，饮水修河利民生，修整河道水难觅，传说是掌管水源有神龙，郭守敬为防龙王，走遍通州境，受尽了朝暮日晒，夜半寒风憔悴了形容。这一晚于床尽，龙王庙在殿前起住，吐露心声，修山运河造福百姓，但愿我一片丹心感神明。霎时间
眼前一道金光闪呀，老龙斗架现身形，龙王带水把大肚金锅手惊，饮水骤去航路纵横，谁人不赞爱民的郭守敬，通惠河由此得美名，这神奇的传说千百载，先有积水潭，后有什刹海，随水飘来北京城，在诗中在画中渐渐庄重，都在人们心中，展开画卷，把友人心潮澎湃，思绪翻腾，一条大河写历史，所经处物产丰饶，人杰地灵，江南柔美，齐鲁丰厚，冀州豪气，古上下风，才有这巍巍紫禁斩华贵，赫赫首都现雍容，文化遗产人类珍宝，古貌新颜盛世振兴，大运河不息流长远，中华巨轮正前行，驶向那灿烂辉煌，锦绣前程。在发大鸠山上有一种鸟，说这种鸟啊跟这个乌鸦差不多，但是呢它跟乌鸦又不同，为什么呢？说这个乌鸦也是黑的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嘛，可这个鸟不行，它是花脑袋白嘴巴，哎，红爪子，它要一叫那个声音也特殊，怎么叫呢？精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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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于是哎，人们一声命名管它叫精卫鸟。这个精卫鸟啊和这个海燕交配生出来的这个雌鸟，哎，就像精卫，生出来的这个雄鸟，哎，就像海燕。那位说这个精卫鸟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精卫鸟的前身呢，哎，是一位帝王的女儿，叫女娃呀。哪一位帝王呢？就是炎帝。咱们经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就是那位炎帝。其实这个炎帝也并不是指一个人，他是指上古时期江氏部落历代首领，啊，历代首领都称炎帝。那么这个女娲她的父亲是哪一位炎帝呢？哎，这就不得而知了，您就知道她是某一位炎帝的女儿就得了。那么咱们通常说说的这个炎帝，就是指的那位尝百草的神农氏，哎，医药农业的始祖。单说这一年，这女娃呀15岁，那花骨朵一样，
青春美少女，哎，长得又好看，又活泼又可爱，求知欲还强，看什么都新鲜，都爱探个究竟。他老想着到东海去看一看太阳升起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，就央告着炎帝和他去。你看炎帝那去得了吗？日理万机。于是啊，这个女娃哎，自己驾着一叶小舟就闯进了东海，划这个船直奔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来。眼看就到了，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。咱们这台风袭来呀，那个海浪往上边一卷，通天而起，往下一翻，就把这女娃恋人带船就打入了海底。那么女娃呢，就丧身大海，她的灵魂不散，冲天而起，就变成了一只鸟，哎，就是精卫鸟。变成鸟之后，他就往山上叼石子叼树枝干嘛呢？叼来往东海里边填。他要把这东海填平啊。那为什么？一者是报仇，二来是为了不让别人重蹈他的覆辙。并且这个精卫鸟不喝东海的水，为什么？这是他的丧身之处。所以人们管他叫志鸟，哎，就是有志气的意思。又因为她是炎帝的女儿，又管她叫帝女妾，哎，这就留下这条成语叫精卫填海。这条成语出自山海经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意志坚定，不畏艰难，奋斗不懈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就这个意思。一九四六年的冬天，天特别的冷。那往汤湖的西面是一片山区，与大王山、西端山、北端山、三脊山、三里山、三头山、三拐山。那往群山环抱的当中，有个村庄叫小王庄。村浪向有个人家，只有娘儿子两家头。哎，今朝屋里向喜气洋洋。做什么邋遢特心无，还是商人财富昌盛的美人，三个几年成了里的十代国，脱离手的美人，哎，前两年得到很送过来才，叫谁水英，今年二六岁，人品出出色，我个做点生活能文能武，邋遢来得个中意，所以把了金针。眼里都写夫妻病情，哎，十三岁的儿子房间里向声音传过来，娘你出来，娘你出来啊，邋遢上浪向起来要进到儿子房间里一口门，哎呦，老儿子面孔长得羞羞红，老儿子腰腿没改，你做啥哦，娘这个女人与女人的啊，与女人的水英啊，娘哪桩事体家，这怎么水英啥的娘人呢？你是女工才当又叫胡先锋，因为接着了当个神父，也从女性丁山出发，受商人财富创造别人得得出去腐蚀乡下生意界，开出地下工作嘛，扩大革命身体。罗里写的如今可以知道追退街勾不起身，因为追退街的十一街各个一大十六街通通通封锁，而其的人深入里面勾不起，只能在谁发上个白发
才是三得西洋王将王家登特的三段五年等风声平静点么，再得十一节气。别个华山凤心里有疑问，那徐福昌是两面派生的人，谁里知道是那个本家？对也很高，但西洋王将输出两年么？搿里向啊，我得有啥花样劲个？但是没办法，现在再讲这一期形势。所以华山凤辣盖到王家已经十之两日子，改名字叫徐水英。华山凤非常惊人，狼眼里向侪辣浪观察看下来么？哎，王家娘子两个啊，的确乐日中元，尤其大个来，他是感情一来一合，真像娘侬一般。副科长，刚刚听王兰姨，侬搿个一番心情讲明白么？搿个后母真也冒出天灵盖。徐福昌啊，徐福昌，你想个何面去？今日侬我是对过偏冒的给他写王章，我是拉拉疑心，但是我是疑心，你非要侬我出马把了反动派，二分疑心，你会得侬我冒得王家来走心无个？哼，隔壁张秀玉一定也得难受。虽是眼睛蒙人，叫哪说法你，就不能来日讲个？你到海我们只能说一声，娘。我上了钱福昌的当，你们也上了他的当，我是有丈夫的。你说的有男人噶？根本有男人嘛，哪会答应到了个桩婚事呢？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根本你哪会到这搭来的啦？我是坐钱福昌的船要到舅舅家里去，哪儿知道到了周铁桥，封锁线封住过不去，他让我上你们家住上两天，没想到。竟然把我卖给了你们，唉，真是狡猾。老太一听这番闲话了，把徐福昌的闲话判得弄个。因为徐福昌努力打得来的辰光，当你说，哦哟，你可恶，要娘们老早睡死着，你别去多问啊，多问多说子，你要伤心难过了要哭个，你多么叫大家心里有数嘛。你们心里有什么特幸福，你们心里有什么来讲男人的。这种么才是徐福昌的句话。对。发。非要拿到徐福昌出通一气来骗你穷人啊。这么说啊。马上带你到徐福昌的气。你肯去的不是抽通，不肯去的是头抽通。对，水英啊，娘，这么说看，马上带你到水府上，他去一道。我去门里特为说，对各位要带你平平的理来，你看阿贺啊。啥个？水府上他还去个？去这事体非要一龙江？你别跪着天讲，我们出马不能飞动跑。他不是担心自个，而是担心当个工作。哪有人？娘，钱福昌家，咱们可不能去呀。他跟国民党反动派多有往来，跟他能讲什么道理？这样，娘，石蛋谷子的事，等我到了舅舅家里，一定想办法还给你们，好吗？对你妈妈个闲话讲得也便当，但是娘舅屋里向再来还给你，根本男人白白脱走。哎，水英啊，想不得那臭同志把人来骗你穷人啊！你穷人是作孽啊！我得现在是非要说十代哥，你得一代哥都对不起呀、啊！你个的哥是为是你们的新四军辣海的辰光，帮你改走改色，三七金用走来这个十代哥。个新四军喝么？你拿去讲不理听你，不理收养的丫头，可是非要出事体个。我不养三不管，我只要你说得过，你为我说得过，谁让你臭通知谁不差，你都臭通一气。娘，您想想看呀。如果我跟钱福昌串通的话，我为什么还要待在你们家？为什么不走呢？哎，这个闲话倒对，串通一气嘛，老子好追着嘛，啥地方追？哦，
等出版，等吃故事啊。不会吧？边浪向个老女病治半日子，实在饿不了。娘，别搭理几多饭，媳妇上搭不起，搭理搭四百上搭起。不，二哥不能去。啊？哦，媳妇上他们媳妇上搭不起，四百上他们四百上搭不起。哥们男，你穷人十代过三次回家，我不养不管，我只要十代过。胡先锋也是个狠，也是个急，狠狠个媳妇差，急急了眼睛门前，这个上面。见我当应付发生你定计死的心岂不是阴